Hello， 我是 Winky， 今天会为大家化一个双眼线的妆。首先眼线这个位置剔了一个位置，然后圆眼皮这个位置，最主要就用眼线笔去做的，但有时候眼线笔会令到那个边位不得平滑，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平的平素做一个后期的修饰。我感觉就会更加 smooth 的了。咁第二个 step 咧，就系着重于喺个眼头一个接驳位。咁我哋今日呢个系双眼线啦，咁另一个眼线咧就会喺一个下眼线嘅上面嘅对上嗰个位置咧，就会用另外一只颜色做嘅。咁今日咧就会选用咗系紫色嘅。就会平衡翻头先画嘅眼线位置啦，眼尾身形，同埋喺眼头呢个位置，我哋都做一个点缀。系咁，呢个双眼线咧就完成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洪子琪 Angelina。我的 tips for 搽眼线咧，就是我喜欢长啲啦，我喜欢用liquid eyeliner 啦。咁会黐咗眼睫毛先啦，跟住我就会搽嗰个黑眼线咧，跟住我会拉长只眼啦。因为我始终喜欢长型只眼，同埋会 sexy 啲。